其实也还好啦，我觉得来到我直播间的人分为两派，一派是特别爱我的，一派是不爱我，但是他们特别喜欢黑我。这也算是另外的一种爱。就例如说，公屏有一个叫臭不要脸的9527，他非得说我想睡他，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，他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得到的男人。要不要点脸，非得说我想把他推倒，真不要脸。然后呢帮我点一个直播室通知我这个勾，帮我勾一下，头顶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帮我点亮手镜户，这个位置有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关注，然后大家帮我点一点，谢谢。预约通知预约一下，不过大家可以点上我的关注，加入我的这个大家庭上来，这公屏上打架了。每天
每天到我的时候，有一个游客宝宝说，这主播一来，宫廷鸡飞狗跳。其实还好啦，有很多人不喜欢我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看着看着，也许突然之间哪一下子就顺眼了，对吧？那我们来跳个舞蹈吧。听哪一个，稍等一下，我来找个音乐。The club is down with the rocket。 老长时间没跳这个了，跳这个吧。那我走过扭扭扭。我在啊，不要私聊我，私聊我也回答不了你。有事儿你说事儿，不要问我在不在。我要说在的话，你万一管我借钱怎么办？我说不在的话，你万一卡黄码怎么办？直接有事儿打在公屏上，不要问我在不在。说什么事儿我才考虑我在还是不在。好，然后咱们点心打卡，把直播时通知我，帮我走一走。在这个位置，头顶上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大家帮我点亮。点击麦序123号麦的关注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然后也感谢官方大大给的机会啊，特别感谢
官方大大的每一位管理，感谢你们在我被所有人黑的时候没有放弃我，并且鼓励我，让我把这些黑粉变成喜欢我的人，我才能拥有今天，拥有我自己的这些家人们。特别感谢官方大大的每一位成员，谢谢，新年好。也谢谢每一位黑粉宝宝，还有我自己家的宝宝们。然后咱们得休息20秒钟，因为有那么一点累，嗓子要着火啊，特别难受。等一会儿当然要回家啦。好多黑粉也没关系，我刚来993的时候基本上满屏幕都是黑我的，骂了我整整一个月。那时候我记得大文姐还有官方的417还有好多管理宝宝，那个时候告诉我要把对我不好的人变成喜欢我的人。欢迎云烟哥也来看我啊，谢谢你们，还有我的家人们。咱们最后跳一个咱就下去了，跳这个吧，是吧？你就是从那时候练到口才，一直练到现在还没被我征服。那你还是挺厉害的，等一下。还有你们老是刷屏，我觉得有点累，帮我点个勾吧。一会儿这一场还有1分钟，完事之后我们就回家了，大家记得点上关注，我爱你们，么么哒。9527已经被我抛弃了，帮我走一波666。This is the remix.